老师早，我是张伟豪。那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研习啊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Using M Plus。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用 M Plus 来做中介与调节这个功能呢？其实就中介来讲呢 ，M Plus 的功能呢，也没有比我们的这个 MOS 呢强到哪里去啊，它其实也没有比较强。但是呢，从调节开始呢，它在很多功能上面呢就领先了 MOS 的。一般我们在做调节的时候呢，或中介的调节的时候呢， M Plus 的功能呢就优于 MOS 非常的多。而且利用 M Plus 教学呢，还跟我们后面呢有三个课程有关系，而这三个课程呢都是没有办法用 MOS 去完成的，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个课程就是跨层次的中介与调节、啊、跨层次的中介与调节。那么呢，我们会怎么用 M Plus 去做分析呢？因为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还有三个课程，其实都跟 M Plus 有关。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跨层次的中介与调节跟中介的调节，这个呢，当然非 M Plus 莫属 ，MOS 没有这种功能。接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利用 M Plus 去跑跟时间有关的潜在成长模型，以及这个时间延宕模型，这些 APIM 等等，这些呢，在 MOS 上呢，也是比较难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潜在类别分析 ，LTC、LCA、LTA、LPA、GMM 跟 GLCM 啊、GCLM 等等，这些呢都必须要采用 Plus 呢才能够进行分析。OK， 好，那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呢要把拿 M Plus 出来讲一下。那当然，在写这个语法的过程之中呢，可能呢中介与调解还算是比较好写的，然后到了后面的语法上面呢，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好，那我们来先简单的开始来进入今天的内容。那各位呢，如果要参考的书呢，这几本很不错啊。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啊，可以跟我提取啊，那我就会给各位。好，那像这个呢 ，Data Analysis 呢 ，with M Plus 这个呢，它是比较基础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过去 M Plus 的基础呢还不是很好的话，那像这本书呢，它就可以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 M Plus 的简单介绍。好、啊，它讲的都很基本啊，是很复杂。OK， 那这本写的还蛮不错的，页数也不是很厚、啊、页数也不是很厚，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才300多页而已。好，那么呢这一本呢写的不错、啊、这本也写的不错，然后呢这个呢比较厚一点，这是第二版的、啊、这是第二版的，之前还有第一版的，这个是2020年的，这也算蛮新的，虽然也是从头到尾都是用 M Plus 呢去做范例。你会发现、啊、现在为什么学 M Plus 的人越来越多，因为 M Plus 有很多参考的资料可以用，很多书籍，那像 Lissure 基本上就没有，那像 Amos 也很多，但是 Amos 的功能呢到了后面这里呢它又不够强。那这本也是一样 for、很基础的、第二版的 M Plus 呢做结构方程模型，这个也是比较、基础的，说你的 M Plus 的语法可能还不是很熟的人来使用的，这本书也很不错、哦、也很不错。 OK，然后呢，这一本呢当然是仅供参考，是 M Plus 的操作手册。因为 M Plus 的功能非常的多，有很多功能呢你可能不会用，对不对？因为呢，我们基本上呢，我们现在讲的是把一些基本功能通通介绍完毕。但是呢，你实际上未来在分析的时候，可能还会碰到很多新的东西。然后这些新的东西呢，不见得我们上课都会讲到，所以呢，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啊，啊，所以呢，你必须去参考这个参考手册，这个有800多页啊。950页，你看这参考手册啊，很厚的一本参考手册啊，里面呢就有所有的范例，告诉你呢它的所有的指令怎么使用。 OK， 所以这一本呢是纯参考之用。好，那这四本书呢其实都很不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啊，可以跟我索取一下。 OK，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中介与调节模型。 OK， 那我们当然从最简单的中介开始带大家来写一写。好，那么当然在调节这个部分呢，当然M Plus 呢有很多很优秀的功能，除了呢它能够做潜在变数的交互作用以外，它还可以画图，画出我们所熟悉的交互作用图，比如说正负一个标准差 Eckenwest 的正负一个标准差，两条线呢要不要交叉，对不对？还可以跑一个呢Johnson-Neeman 以几率呢来判定到底我们的调节变量呢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有显著，所以这个呢两个功能呢都是 Amos 呢目前办不到的。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进行。OK， 那我们今天要解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当然要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中介，什么叫调节嘛。
然后呢，我们就简单的跑一下中介的效果。那中介的调节、中介的效果分析呢，一般包括中介的调节啦、中介多重中介等等这种呢，在我们的 M Plus 里面呢，我们有三种的方式可以去做。第一个呢，当然就是目前在所有的软体里面都有内建的，叫做 Bootstrap。啊 ，Bootstrap 是一个方法，自助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Monte Carlo Simulation 啊 ，Monte Carlo Simulation。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贝斯估计。那贝斯估计呢，在 Amos 并没有提供。那 Monte Carlo Simulation 在 Amos 是有提供的，但是呢，在 M Plus 它本身没有提供这个 Monte Carlo Simulation 的估计法，它必须要利用我们的别的软件来加以进行。可是呢，这个 M Plus 呢有加了一个叫做贝斯估计，啊，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用贝斯估计呢来做这样子的估计。那当然我们会介绍你用 Monte Carlo 跟用贝斯跟用 Bootstrap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好，对不对？那通常也是因应你去投稿的时候，万一呢如果有 reviewer 要求你用什么方法做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呢迅速的把它完成。OK，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介绍到的方法，然后包括调节变数。那调节变数呢可能有类别有连续，那怎么样做？对，然后潜在变数的调节、中介的调节等等，我们大概会把所有的部分通通讲完。那其实在语法上还好，它比较难写的部分呢是在于画图这一块，啊，要画出那个交互作用图的时候呢，它的语法是比较难写的，啊，那我们到时候会在这个地方呢慢慢的来讲一下怎么去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OK， 好，那我们呢开始进入我们的中介与调节模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欢迎提出来。好，如果在讲的过程之中呢，你哪里没有听清楚，或是觉得语法有会写不出来，那没关系。我们呢今天在写的时候呢，我们语法会从头写到尾，每一段每一段我们都会来写这个语法。但是呢，在写这个语法的过程之中呢，如果你没有跟上，其实在我们现在有给了各位一份语法在里面，全部都写好的在里面哈。那一份语法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套那个语法下去写，不过呢你还是跟着写的话呢，你才会有一点感觉，有点 feeling， 对不对？哦，那再看一下。OK， 那我们的中介与调节模型的目的，当然是在中介与调节，其实它就是回归模型的拓展而已，对不对？那回归很简单嘛，回归就是检验自变数对因变数影响是否显著嘛。这个影响我们就通称它为斜率嘛。好，影响其实就是斜率啦哈。所以我们是检定自变数对因变数是否显著而已。然后呢我们就看看它显不显著嘛。那通常显不显著呢是看非标准化，是看非标准化。但是在 M Plus 里面呢，它有提供标准化的显著性检定，那这个在 Amos 里面是没有的。在 Amos 里面呢，它只有提供非标准化的显著性检定，并没有提供标准化的显著性检定。但是呢在 M Plus 里面呢，它同时提供了标准化跟非标准化的显著性检定。但是呢一般来讲，它的标准化的显著性呢是利用相关矩阵去算的，所以一般认为它是会有偏的，但是其实来讲也不会差很多啦。好，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回归呢有显著性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看谁呢？我们就要检查哪个自变数比较重要。对，那你要看哪个自变数比较重要呢，肯定是要看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啦，肯定是要看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啦。这个到时候呢在中介在调节基本上做法看法都是一样的。然后在 M Plus 里面呢有提供中介的标准化估计值，但是呢非标准化估计值只在这个调节效果里面只有非标准化估计值。我们再讲一次啊，你在调节效果分析的时候只有非标准化估计值，中介呢它是有标准化跟非标准化，但是呢调节只有标准化啊，更正，调节只有非标准化的结果。好， OK， 所以呢我们通常在报告中介或调节或中介的调节，为了一致性起见呢，我们一般都是以非标准化系数为主要的报告对象。 OK， 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看解释能力嘛。那 R square 呢 0.19 呢，这是 Chin 呢所提出来的啊，他认为 0.19 0.33 0.67 叫做小中大。然后呢如果是 Hare 呢，他的标准比较高一点，他写 0.25 0.50 0.75， 那你要跟谁呢？小中大一般大部分呢都还是根据以 Chin 为主的讲法，因为呢这个标准比较低嘛，对不对？好，那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书里面呢可以找到，好，那 R square 0.67 0.33 moderate 0.33 0.19 啊，就是 weak 对吧。然后如果 substantial 就是有具体的影响是 0.67， OK。 所以呢这个大概呢
我们大概就是这个标准呢，大概就这样来的。所以简单了解一下，为什么有 0.19、0.33、0.67 这种东西啦。好，那中介与调节模型它的目的很简单，中介呢，当然就是透过有一个东西叫做中介变数嘛，透过一个叫来影响一个 Y 嘛。那这里呢，会有一个痕迹啊，这里呢会有一个值，对，这个值呢，那我们就把它叫做 A 好啦，对，我们就把它叫做 A 啊，这个值我们就是叫做 A。对，然后这个值呢，我们就叫做 B， 叫做 B， 对不对？那其实来讲，中介效果呢，就是要检验这个什么斜率乘积，斜率乘积。那斜率乘积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 A 乘以 B 啊 ，A 乘以 B， 乘以 B。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检验，如果我们先要检验你中介效果成不成立，我们等一下在语法上面呢，要写出 A 乘以 B。好，因为呢 A 乘以 B 它就会跑出来了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写出一个 A 乘以 B 啊，这就是我们的至少中介呢是属于 A 乘以 B 是否显著。所以呢，如果显著的话，当然就是代表我们的自变数呢可以透过中介变数对变数本身影响力嘛。所以呢，就好像说呢，我们呢会找一个去买票啊，买不到票，比如说我们请你一个演唱会，结果票都卖光了，所以我们就透过那个售票的黄牛，然后买到这张票，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听这个演唱会，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中介，因为你一定要透过司法啊，不是，你一定要透过这个买票黄牛，你才能够买到票去听一个演唱会嘛。如果是你自己呢，是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直接效果的嘛，因为你直接根本就是没办法去买到票嘛。所以像这种就是一个完全中介，对不对？好，那当然我们要算一下中介效果的影响有多大嘛？对，到底是完全中介呢，还是半中介嘛？所以如果以我们刚刚的情形，就是我们呢去跟卖票的黄牛，这些买票的黄牛买票，然后呢去听一个演唱会，那么当然这个买票的黄牛呢，当然就是完全的就是一个完全中介，因为你不透过他你也买不到票嘛。那假设呢，今天只是说啊，今天呢比如说我们去以前啊哈，有一阵子那个热销商品的，比如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热销商品，比如说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呢很多人要去排队买这个凤梨酥，对不对？如果你去排队买凤梨酥，你还是买得到的，但是呢你又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买，所以呢你今天要请了排队黄牛，好排队，然后付他一点钱让他去排队嘛。所以呢你基本上这个中介呢，就是你不是买不到，你只是不想排队而已，所以你还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你也透过这个买这个蛋黄酥的黄牛呢去帮你买，你付点钱，对不对？所以呢像这种中介呢就叫部分中介。不过呢近几年来呢 HAYES 呢，这个学者 HAYES 哈，近几年来呢 HAYES 这个学者呢，他对这个完全中介跟部分中介哈，他有很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要做一个中介效果分析的时候呢，你就是谈中介效果存在或不存在就可以了，你不用去谈它是完全中介或部分中介。因为呢如果你谈说啊，我这个研究是完全中介，你会给人家误会只有我的研究的这个中介变数可以形成完全中介。其实来讲，实务上呢，你可能可以除了这个中介以外，你可能还会找到好几个中介，它都可以对整个模型形成完全中介。所以一般来讲，他认为呢，如果你把你的模型形容成完全中介的话，这会造成别人的误解。好，所以呢他现在已经不建议我们的模型呢去讲完全中介跟部分中介，所以你只要去证明中介效果存在跟不存在就好，那就描写反正存在就代表它会透过中介去影响到因变量嘛，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不要再多费那些功夫了。那这个当然是指要单纯的一个中介嘛。那如果我们的中介有两个以上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今天的中介超过两个以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看看嘛，这多个中介效果呢是否显著嘛。所以我们可能呢会有什么，会有什么 A1 乘以 B1 嘛， A1 乘以 B1， 对，我们呢也可能会有 A2 乘以 B2， 对，甚至于呢可能还有 A3 乘以 B3 嘛，我们有好多个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些中介呢是不是真的都会显著呢，是不是通通都会显著，对，有些中介可能不会显著啊。其实来讲，中介不就是我们回归的延伸吗？你看，如果以前来讲，我们画一个回归，最简单的一个回归呢，就是有一个自变数影响一个因变数嘛，是我们的回归嘛。那如果我在回归前面呢，再加一个自变数，
那这是不是就变中介了？它这就变中介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中介模型其实跟回归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会检查这几条线呢，如果你的这里有好几个，对不对？这里有好几个，那当然这里就会有好几条线嘛，就自然会产生好几条线嘛。那这里也会产生好几条线啊，对不对？那我们在做回归的时候，当然会检验这三个变数 y 来讲，这三个 y 来讲谁比较重要嘛，谁影响力比较大嘛。那当然有了中介以后，如果这个中介以后呢，我们还是会评估这个中介呢到底谁的影响比较大嘛，谁有显著嘛，一样啊。所以它的解释方式呢，跟我们的过去的回归解释上有什么不一样？只是说我们现在的解释呢改成它是中介而已。好，所以还是一样的。那么呢，中介效果谁显著？那有显著的之间呢，谁的影响比较大？谁的影响比较大？对不对？那谁的影响比较大呢？一般我们会看什么？是看他们占有总间接效果的比例有多高。好，就是呢，他们呢。因为如果你有个中介的话呢，你有中多个中介的话呢，我们这个、啊、把这个效果呢叫 specific 啊 ，specific IE 啊，那如果有多个中介呢，每个中介都叫做特定的中介效果啊，然后所有的中介效果加起来呢，把所有的中介效果加起来呢，它就叫做 DIE 嘛，中介嘛，中介嘛，中介就是把所有的特定的 SIE 啊、哦、，SIE 啊。pass 起来啊 ，pass 起来啊，把它加起来，它就叫做 TIE 嘛。所以呢，到底中介效果谁的影响比较大？我们呢会用什么做？我们的中介效果呢就会用这样子，我们呢会用这个 SIE 每一个的 SIE 除以什么 TIE， 看它所占的比例呢谁比较高。那我们讲这样子的意思，就代表我们等一下语法就是要写成这样子，拿来算出它的比例。对不对？那中间效果之间有没有显著差异？那我们就要看看他们之间有没有显著差异啊。对，那通常显著差异当然就是看信赖区间嘛。如果信赖区间有包含零，就代表它没有显著差异；没有包含零，就代表它有显著差异。这个传统的整个解释都是这样子的。OK， 那调节模型也是一样，调节模型就是检定我们的示意图一定是这样画的嘛。调节模型呢，就是一个自变数，啊，是一个自变数。影响一个因变数、啊、影响了一个因变数，然后这个自变数呢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变数的影响、啊、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变数的影响，所以在这里 OK。 好，那么你会发现它影响的是斜率。那其实来讲，当你的图画成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隐含了有一个线它是影响它的，因为调节变数本身是自变数，就调节变数它本身是自变数，所以它已经隐含了这个关系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去画这个关系的存在，这个关系呢是画蛇添足。如果你画上去的话，它是画蛇添足，因为这条线本来当你画成这样子一个示意图的时候，当你画成这样子的一个示意图的时候，其实已经隐含着这条线的存在了，其实你已经隐含了这条线的存在了。因为这条蓝色的线呢，其实已经被隐含，它已经存在了，所以你这条线是不用画的。当然，你画了也不能讲你错了。好，那我在调节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正向调节跟负向调节。好，我在做调节的时候呢，这样子图画成这样，可是在统计上是不能这样做的，统计上是没办法这样子做的。我们的统计上呢，就要把它变成怎样？我们的统计上实际上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统计上实际上就会把它变成什么？变成。这个调节变数呢，它就变在这里，就变成一个调节变数，也就是它本身是自变数嘛。好，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叫做 x 的话，那我们呢就必须再增加一个做 mx 去影响 y。然后这时候呢，这条线呢说 c 好了，如果它显著的话，我们就说调节效果存在；如果是正的，我们就说它是正向调节；如果是负的，我们就说它是负向调节。这个后面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好，那你就会发现呢，这两个相乘，所以其实来讲啊，我们所谓的调节效果就是两个变数之间的共变、啊、共变的影响，两个变数之间共变的影响其实就是我们的调节效果啦，是我们的调节效果啦。那如果这条显著，我们就说调节效果存在。所以其实来讲，调节的时候不是很复杂。然后呢，